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。时隔一个月，我们终于取回了修好的房车。取车当天，我们就继续北上，前往下一个目的地，距离波特兰238英里的奥林匹克国家公园。来看看我们这些天的旅途吧。开了一个小时，来拿这个大疆的新出的这个 Osmo Pocket 3。现在我们去拿修好的房车，一个月了，终于搞好了。然后我们拿完，今天晚上就立马出发。我们一会儿地点见。怎么样？啊？他就想，就没人能说清楚为啥会这样，有可能。是装的时候没装好，有可能是用了一段时间，它往下沉了。哦，然后，所以他们就，你看他们把这个整个拿掉，离远能拍到吗？嗯，你看这打了一层新胶。我看到胶了。他说他把这个拿掉，我把这个伸出来了，他把整个底下的东西换掉，下边的全都换了一个。我把它伸出来。然后我们施工注意的，他说没啥注意，你就正常用用。Hard to tell。不是谁的错，什么？到那边拍一下那个，我们现在把那个 slide 伸出去试试。嗯。修好以后，伸缩十分顺滑，再也不像以前一卡一卡的。就应该是把里面变形的轨道全部换了。就非常感谢这家在波特兰附近的 RV dealer， 名叫 Johnson RV， 这是我们找到最快能修房车的店了，也可以使用我们房车的保修，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。看起来蛮正常的，中间没有任何卡顿和偏移。嗯，下面整个 frame 是换了一个新的，对吧？没有换 frame， 它这都是旧的。旧的。他就说底下这一块有什么地方，他们换了。所以不知道他们到底搞了啥。他，你看，他是把这拿掉了，就打新胶了。对。这都是新打的胶了。后边是下面的位置，不是上面。嗯，那目前看起来挺好的。目前看起来啊，挺好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的营地，看一下，他们俩。有烟，试一下我的 Pocket Osmo Pocket 3，大疆昨天刚刚发布的新产品。这个营地好啊，因为已经这个 out of season， 就完全没有人。说一下我们的情况吧。我们在俄勒冈，在波特兰停了一个月，在等他们修，因为他们就现在美国这些房车 dealer， 就如果你要走这种 warranty， 就是他的保修来修的话，都要等好久。这家算最快的了，就是我们等了大概两周才把房车送过去。送过去他本来跟我讲一周能修好，然后先是等配件，配件来了以后，他又跟我说那个就修我房车那个 tech 那个技师，他又生病了。他们是每一个技师就是负责自己的东西，然后就是别人的活他还其他人还不能帮着干，就是自己干自己的。就我分配的那个技师他生病了，他说他 sick， 然后所以他修了两个礼拜。修，反正也终于修好了吧，就让我们在波特兰待了一个月。所以我们本来计划只是要先去北极，然后去北冰洋，但是现在看也去不了了，
因为北极这个北冰洋现在太冷了，我看了一下温度大概已经零下十几度了，现在去的话就有可能会面临下大雪，下大雪的话走起来就很困难，就一旦雪封路啊什么的，你可能要停一个地方停很久，而有点太冷了，所以我们就觉得不要挑战自己了吧。因为你看我们用这个 GX 拖这么大一个房车，多多少少还是又说走那种又大雪，你别说我这个车了，你可能一个皮卡拖个房车在大雪天走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再加上我这个车吧，它本来上限就只能拖6500，然后这个房车其实满载就已经5500了，我的车还有很多这个重型改装，所以我就给它降1000磅的拖载能力吧，所以就已经很极限了，所以我们就不挑战自己了。不过总之修好了还是不错，我们就继续出发。然后因为我们昨天刚修好嘛，把所有东西又全部搬回房车上，特别乱，所以我们就在这个营地，这是一个 state park， 就是州的公园。因为现在已经很冷了，所以这个季节那个没有完全没有人出来，尤其是房车旅行啊，所以就我们昨天晚上很晚到的，也有位置，也不需要预约，就 walking 这边是 full service 营地，有水有电，然后有上下水，33一晚，我们在这住2晚，昨天一晚，今天再住一晚，我们已经把房车收拾差不多了，明天刚好周五早上工作完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继续走。我们就直接去奥林匹克国家公园，它就在那个西雅图边上，我们先去那边玩一玩。这儿先塞一个，你妈管你叫泥腿子。他俩跑完真的就是泥腿，泥腿子。搭上去。不干。搭上去。Good dog。听懂了，听懂了啊！今天表现不错。那是不是我要先上去用纸巾给他们擦呢？那我得上去了。那你上去。嗯，好。Stay. Stay, good boy. Stay. Good dog, baby.好了，我准备好了。Stay. 一边有个人在收拾。我们能把房车拿回来。现在房车一团乱麻，乱糟糟。才修好，天冷了，这俩穿上衣服了。Logan刚出去冻得直哆嗦。我们准备在这边这个营地待上2天，然后把房车都收纳好，然后我们再继续前进去奥林匹克。快万圣节了，我们要装饰一下我们的车。蜘蛛，这黑的不显眼哎。但是别的地方更黑了。把手上。那我灯就开了，不过也不开灯，往下点，就吊灯上就行。
那我想办法固定在这儿。嗯，可能扎住。有点困难。还是黑的，特别长，可以吗？应该可以吧。对，你穿在底下这个就行。不是，你就这样子穿，这样绑就行。这样绑，它就在这儿，就这儿就行。它咋还掉毛呢？对呀，它掉，一直在掉毛。我都无语。这个玩意儿，我先要修。把它粘一下吧，这裂掉了，还没有去拧呢就已经裂了。这是那个房车的那个 propane， 就是燃气罐的罩子。我先把它粘一下，我也不想买，因为就只有两个扣子断掉，这儿整个断掉。应该拿这种胶，这种大猩猩的胶，这种胶特别好使，强子胶。给它先粘一下吧，看看还会不会再裂，再裂就买新的。这个地方，这个东西很好买，就是很多，因为美国不是这个房车 dealer 到处都是，一般 dealer 都有这玩意儿，或者沃尔玛就这些都有。像我们这个房车的这个，它里面带这个暖气，是有烧这个液化气的，烧一晚大概会用到30磅的这个碳，烧一碗会用5%，一罐5%，所以我们应该够用很久，大概10碗，一罐能大概用20碗，然后加上白天的话，一天就按10%算了，两罐可能20天，对，两罐用20天左右，所以如果在冷的地方是很够用的，粘差不多了。就这样吧，还定了一个那个就加延长的那个中间那个中轴，就固定这两个 tank， 明天去拿一下，就在那个附近的一个房车 dealer 说有货。这些东西已经脆了，因为它晒再加上冷，很多，这是一个卡扣，还有两个卡扣还能凑合用，先这样吧。应该今天剩下的营地吧，不知道是不是。Close， size close。我们应该要去这边，这边看着空一点，这边很密集，但其实也可以，我们都转一转吧。November， 这边11月1号，大家记得就关了 ，ABC 是关的，然后这个 D 是开，这边 D 还可以。
我们去看看吧，希望有好位置。就这边很有名的一个，果然这种地方都挺满了。这是一个很小，这应该是被谁停了。那我们要不要去那边看一看？这水可以进去。要不我下去看看？可以进去。这儿停了一个。这可以停，但就是离它很近。经过一下午的赶路，我们终于在天完全黑之前到达了营地。现在摸黑布置，明天我们就可以开始探索奥林匹克国家公园了。最后感谢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，欢迎订阅、收藏、转发我们的频道和视频。在奥林匹克国家公园还会发生什么故事呢？让我们下期再见吧。